问老师，如果您平常的那个教学上来讲，您是用简报比较多，还是网页比较多？您平常是用简报还是网页比较多？就是教材的内容。网页吗？啊？电子书或者网页。电子书，好，电子书就等于是应用程式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网页比较多的，我们先看一下这里，我们的简报，简报这边呢，我准备第9页，老师想要体验一下气象主播，还是想要玩太鼓达人？为了真实调查，请老师投票。请把你的白板打开，我这里清掉，清掉，来，请送出，看你是要气象主播还是要太鼓达人，请送出你的答案。没有没有，你就看你要，哎，就看，对对对对对，按随堂测验哦。好，二就是太鼓达人哦。糟糕，怎么大家都想要玩太鼓达人，都不想认真一点？好了，那个这样子，投票已经超过了哈、哦，来来，Kevin 老师看一下，密码二，好，OK OK，好，看起来大家达美乐看太多了，我饿，有没有？现在呢，我们就玩太鼓达人啦。那这个太鼓达人是一个网页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就点开这个，点开一下。这个是网页版，哎，啊，这个浏览器不支援，好，我不能用 IE 的，我要用 Chrome 的，好，来这里，对，老师应该有去大卖场或者是百货公司玩过这个吧？请问老师玩的你是日文版还是中文版？啊，应该都是日文版比较多吧，对不对哈？我目前看到也是啊，但是这个是中文版的。哎呦，不能用啊！所以老师，我们乖乖上课就好，不要玩太多。但是，我跟老师分享一下，这个太鼓达人最多可以玩两个人可以对战的啊，很好玩的。那它的画面就跟真的一模一样，真的一模一样，但是你不用付钱。所以我这边给老师看一下那个教材哈，在这边，那个教材在下面这里，有没有？在那个注解这边，好，注解这边那个我部落格的文章在上面有。好，您看一下，它的画面就长得像这样。那如果你是电脑版的，它就是要记快速键。啊，有四个快速键。那如果你是手机或者是平板，它就是一个鼓面，你也不用记什么快速键，就直接哆哆哆哆按而已。好，那您可以往下走，就可以选歌，好，可以选歌，然后就两个人 PK 的就是这个画面。那最主要是它是中文版啊，好，它中文版，所以说就可以来用，像这样子，哎，好，那既然它不能用，就是告诉我们要乖乖上课。所以我们来气象主播一下吧。这里，因为气象这个也是网页，所以我把它打开。好，打开之后呢，如果你要特定哪一个位置的话，你可以在这上面直接打那个你要找的地点。好，那如果你不要也没关系。那这个气象网站，老师应该在电视上常有机会看到吧，因为用这种方式，我觉得还蛮不错，就是我们很清楚，就是那个风向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可以看风，也可以看什么？看温度啦，看湿度啦，云啦，这些都有哈，还蛮不错的。那么如果我现在呢，这个我要把它叫到我们的 OBS 里面去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就把这个网址点到它。好，把它点到了之后，我只要把它按着拉进去就好了。
我先在 OBS 里面这边哈，来你看哦，我就把它丢进去，按着这个网址，这个网址我先选起来，按着网，哎，我看，哎，来这边不行了，我用 Chrome 可以，这里不行，好，来换一下，这里，我们 Chrome 的话呢，它选起来之后，好像这样选起来之后，我可以按着它不要放，这样有没有选到？对不对？往下拉拉拉，拉到我们的 OBS 里面来，再拉上来，丢进来，他就知道你要把这个网址加进来，因为我们 OBS 也支援网址网页，它本身里面有浏览器，好，它有浏览器，你看我等它一下，有没有进来了？哎，网页就进来了哈，所以呢，我把这个往下拉拉拉，拉到的视讯的下面，这样我是不是就在里面了？对不对？哎，那这个呢？这种的互网页，我们如果要跟它做互动的时候，是跟一般素材有点不一样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老师您的教材，您可能是来自网页的话，我就先打开，我把它丢进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跟这边没有关系了，因为你这样只是取得这个网址而已。我们在 OBS 里面有自己的。有自己的浏览器，所以你看这里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现 OBS 有一个叫浏览器的来源，刚刚我们这样丢进来是比较方便啦，你就不用再照着它的顺序这样慢慢一步一步新增，那我在这里的话就是丢进来就有了。好，但是重点是这种网页你要调整它的内容的时候，我要怎么调？我们这样子我一拉动，是不是就是云在动，对不对？我如果点到这个网址，哎，这里，那就是网址在动而已，好，就是这个画面在动，有没有？可是我要跟它做互动啊，因为我们在网页上可以拉近拉远，然后可以移到不同地方，那怎么办？您就可以在这个地方，它有一个很特殊的，在上面按滑鼠的右键，你看，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叫互动？这里其他的来源素材都没有这个功能，唯有网页的素材才有互动的功能，因为视讯没什么好互动的啊，要么就打开，要么就移动位置，对不对？它没有需要互动，可是网页是需要互动的，像这样。好，那如果说老师你的情形跟我一样，哎，上面有烟又有这些我的人，你不希望它被动到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图层这个来源把它锁起来，你看后面这里有没有一个锁头，你可以把它锁起来，这样就不会不小心动到它，这样你了解了。哎，像这样的话呢，我把该锁起来的都锁起来了，他们都不会被移动到，我不用担心。好，哦，就是不小心，你看哦，我如果不小心动到它，有没有都动到了，这画面就拉走了，云，我的那个烟哦，烟哦，来不见，是烟不见的话，为什么？因为点到它之后，你的属性里面有勾循环，你要勾循环，它才会不断的出现。那老师您看一下，我在这边按右键互动，有没有发现多了一个小视窗？这里就是真的你的网页咯，所以我要靠近一点，我就滚轮往前。你看我在这边滚轮往前，有没有发现我 OBS 里面的也跟着放大了？我再往前，是不是就放大了？对不对？然后我按着往下拉，我们画面是不是就过来了？所以等于说你在这边做互动的时候，我们是利用这个所谓的互动的视窗去开启你的网页。那这里呢，在里面的是最后呈现的结果，会是像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这个是给老师稍微参考一下。所以一样的，你准备好了，哎，我就按开始录制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哎，从北部开始播报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往下走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录影中啦。其实应该这个要找老师来体验会比较好。有没有老师要来前面试看看，自己当主播吗？有没有老师要来愿意试看看的？所以你就知道那个转盘多重要。班长，
hey, 没有人的时候都只能老师自己亲自上场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你全身上下都可以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没有穿绿色的。来，老师椅子要不要换一下那个？好，来，感受一下。好，你看我的去背值就跟他不适合，有没有发现？就是我去背的那个蓝绿木的树脂啊，因为他穿的颜色跟我的差很多啊，所以说，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里有没有视讯。那我先把这个先关掉，好，滤镜，按下去，哎，出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点到色度键，老师的这个就去太多，所以我要让它回来一点，不然你这样有点幽灵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再回来一点的？有，这边就不会变得有点半透明。你看我手伸过去，哎，这样看不到，对吧？有没有？我手伸过去，它后面这样看不到吗？那、啊、如果再回来那就没有、哦、你看这样手是不是就看到了、哦、对对对，有没有、嗯、所以你了解了，所以每个人的那个设定值一定要调整、嗯、对，没有办法说一模一样，对对对对，像这个就这样就还不够，对不对、嗯、就再过来一点、嗯啊、这边边缘太多，我可以再调回来一点、嗯、嘿，多一点点，这样效果会比较好。好，老师，你准备好了？我准备好了，刚才没有报气象了吗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已经录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就不要客气了，这里就是你主播台。当然，其实说真的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像这种最好是双萤幕会比较好的。嗯嗯。因为我就比较有空间嘛，对不对？就比较不会说，就是哎，在像这样要移来移去的很麻烦。对不对？而且又这个是比较小一点。好，那你帮我们播报，我当你的助理好了，可以吗？那我播报的内容是自己播。对对对对，自己掰哈，自己看图说故事嘛，看现在风向如何，有没有？看现在的气候怎么样？现在太阳对对对对对阳光普照，天气已经变得比较回稳。哦，原本已经几天的下雨天，我们终于今天看到了太阳。衣服可以拿出来晒，前几天天气很冷，棉被可以今天拿出来晒了。好，太好了，你看我们的口罩主播不错吧？你多一个外号口罩主播的。谢谢。好，谢谢谢谢，感谢老师。谢谢。来来来，好，你看我这边停止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刚刚的那一段就在这里啦。哎，多了一段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老师要稍微注意一下哈、哦，他预设录下来的那个这个，我现在已经停止啊、哦，他在停止录制中，刚刚录比较长哦。那他预设录下来的影片格式叫做什么？叫做 MKV。那不是每一台电脑都能够播这种格式，所以说他必须要经过转档。不过老师不用担心，因为 OBS 已经内建了转档的功能。好，已经内建转档功能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档案里面，您可以找到哈，您也可以自己录看看哦哈，在这边有没有叫重新封装录影档案？这里有一个叫重新封装录影，把它按下去，它会跳出这个面板，那您只要从这个点点点去选择，它预设录下来会放在哪里？放在您的那个我的文件夹里面，所以我先把这两个选起来。你可以一次录完之后再全部一起来改就好了，它可以批次的。好，你看我按重新封装，但是老师抱歉哦，来不及喝咖啡哦，因为一下就好了。好，你看我这样转换完成了，它会放在原来的资料夹，有没有发现原本叫 MKV 转换之后叫 MP4？ 对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如果传给别人也不用担心别人的电脑不能播，有没有？后面就多两个出来了，所以刚刚老师的在这里，好，比较偏后面一点。哎，有点卡卡的，但是老师应该知道意思的哈，所以这样就可以录下来哈。所以这个是先让大家体验一下，如果您的来源是来自网页的，
实上您是可以直接把它这样丢进来比较快，